哇！呢、這个人系超级大啊！你望翻，哇！我觉得我系可以跳舞喺呢度，非常之舒服咯。而且咧，我哋呢个露台系望得海景系超级正噶，仲有呢个全部360度嘅一个景观都可以望得到，真系超级正。呢、這个露台咧，而且够大啦。咁呢度摆住一个床头柜啦，咁呢个景色都系超级赞噶。呢、這个系望翻都系一样嘅湖景、高尔夫啦，同埋山景啦。所有配套设施咧，我哋都可以望镜望得清清楚楚。咁呢套房咧，其实佢入咗嚟之后，左边一间房，右边仲有一间房噶。咁一样呢间房都系有套厕噶啦。呢、這个重点系景色，呢、這个景色咧，我哋望翻啦出去嘅山景，仲有海景啊！我睇到未？系啦，仲可以望到一个海景，同埋别墅区都可以望得清清楚楚。我觉得呢套房嘅景色真系超级靓，超级中意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嘉典，今日嚟到惠州顺寮湾啦。咁呢个楼盘咧就系、是、星河神海半岛之前都系影过嘅。如果想有最新资料咧，可以点咗链接啦，上边有个二维码扫落去，我会 send 个最新嘅详细嘅资料俾你哋。咁今日嚟到呢度咧，俾大家一个最新嘅资讯啦。今日系就系、是、呢个月推出嚟最新嘅产品，哒哒哒哒就系嗰度啦，系啦，嗰、那个系46个方。是做到一房一厅，而且可以望返呢个山景湖景嘅景色，非常之正啊。咁呢个唔系公寓啊，系住宅喎、啊。冇听错啦，就系、是、住宅70年㗎啦。仲有大啲嘅啫啦，仲有80个方嘅两房啦，而且系套厕喎、啊。冇错啦。咁佢系超级大嘅露台，都可以望到山景湖景同埋高尔夫景，仲有一个海景啊，真系超级赞啦。而且呢度呢，我哋望返啦，都有酒店嘅星度。架酒店就喺呢度啦，而且呢度系好多玩嘅地方啦，高尔可以打架高尔夫啦，仲有 BBQ 啦、烧烤啦，同有露营嘅地方，超级正啦。咁而家事不宜迟，带大家睇下先啦。孤单的背影，温馨爱里度过，寂静空气中传来寂寞的歌，飘飘的雨点，此刻却吻着我。变作眼泪掩饰痛楚，为何未了解这一份情，全为你是否未看清，为何未了解这一份情，谁令我孤身寂影，为何未了解好啦，我哋而家嚟到呢个示范单位啦。咁呢度总共系2 lift 6伙嘅。我哋而家睇下最细个即先。呢、这个系46个方嘅。咁从呢度入嚟啦，望翻呢度系一房一厅嘅46个方。我哋从呢度入嚟，呢度咧系交房标准嘅大门啦。咁呢度咧系做翻4盒嘅指纹啦、锁匙啦、拍卡啦，同埋密码都系有嘅。咁我哋入咗嚟之后咧，左边系做咗一个鞋柜噶啦，呢、这个系做翻定制噶啦。咁嘅呢个咧系其实都系交房标准嚟呢、这个。如果你做得呢、这个空间仲要利用翻咧，咁上边可以再做多一个柜体嘅。咁入嚟之后咧，我哋望翻呢个系厨房位啦。OK， 咁呢个厨房位呢，我哋睇到呢个厨房呢其实系交房标准嚟嘅。佢做返呢系封体嘅抽油烟机啦，炉头呢后期系自己要做返嘅。咁呢个交房标准嘅质素都非常唔错㗎喎。跟住龙头啦、水盆啦都做得比较大啲。跟下边呢系做返一个小小嘅收纳柜啦。係啦，呢啲都系做咗嘅。咁我哋而家睇下右边、左边、右边系啦，右边系厕所。咁呢个厕所呢，佢因为冇烛灯啦，会暗少少。咁呢度呢系一个淋浴室，到时候呢要自己做返一个玻璃推拉门㗎啦。咁厕所位啦，同洗手盆啦 ,OK, 呢个空间其实都系够用㗎啦。咁呢度呢个系摆住一个杂物啦，嗰啲洗手液啦、洗面奶呀嗰啲啦。咁呢而家过返嚟呢个客厅啦。
它是46個方做到是一房的一廳的，那到時候如果它自己隔住的做回隔住了，那這裡可以做回一個梳發，小小梳發，從這裡開始隔了之後呢，這裡可以擺張床的嘛，那定時呢就是放這裡了。 OK， 那這個空間呢，其實我看這個空間都比較大，看著多大先，一米、兩米、三米、四米，就四米二左右的是夠的了。那這裡剛才都說了，這裡做一個屏風遮住，那不會看到一下來看到一個牆嘛。那這裡是擺了可以擺到一個米半的大床啦，這裡是做了米半的。那這裡呢放了梳床頭櫃擺著這裡，如果還有這邊呢不要浪費它，做一個衣櫃都可以的，在這裡做衣櫃加上一個電視的背景牆做回了。 OK， 那我們出來這個露台正啦，那這個景色非常之不錯，我剛才一來看到呢非常之靚啦，可以看到泳池和那個高爾夫打高爾夫的這裡，還有一個湖景啦，而且這個後期是有一個市場的商業中心都在這裡啦，這裡是學校來的後期的，咁隔離嗰個籃球場啦，嗰個係羽毛球場同埋嗰幾個籃球場嚟嘅，嗰邊就係三期啦。咁呢個露台重點啦，呢個露台咧真係超級大啦，兩米二左右嘅，呢個又兩呢個闊度係兩米二，咁呢個長度咧達到四米一、四米二左右嘅。呢邊咧可以利用翻佢，呢度做翻一個就係大眼洗衣機擺住呢度啦，中間裝住空嘅。上面做翻个吊柜，如果咧你觉得呢个露台唔会嘥佢，咁都可以做翻一个风窗噶、哦。咁你景色非常之好，系坐翻呢度享受哇！呢、这个山景、呢、这个湖景同埋呢个高尔夫嘅球场嗰边，系咪好舒服、好正添 ？OK， 咁呢个朝向咧，而且我哋望翻你嘅朝向朝边度先，睇住吓，等阵吓，哇，朝南边嘅、哦，唔错喎、哦，呢、这个。朝南邊嘅話，就係夏天會好涼爽咯。呢個空氣質素都非常之唔錯啦。好，講價總價先。咁呢套係46個方嘅一房一廳，其實佢加埋個超級露台啦。咁我睇下先，要計住啊。咁呢個係46個方嘅，而家重點係嚟啦。呢家係做緊活動價錢㗎，10,000上車，10,000係啦，10,000即時可以上車啦。如果而且呢個係現樓，係住宅性嘅，唔係公寓啊，可以通燃氣㗎。咁佢每個月嘅月供係就係30年1,600幾啊，就可以攞到，而且總價就係算咗。實際總價是35,000咁啦，俾個10,000首期就可以即刻攞到啦。如果你 full pay 嘅情況下咧，會少啲啲，大概係32,000左右，即時可以攞得到噶啦，係咪好正？咁如果仲要大啲啲，而家睇下兩房嘅，兩房咧係嗰個81個方嘅。咁我哋從呢度入嚟啦，呢、這個其實80個方咧。做到兩房呢個空間係可以利用翻嘅喎，呢個係可以做翻一個鞋櫃啦，仲有定制呢度嘅，或者係唔可能過到呢邊唔俾做定制，可以買個移動式嘅鞋櫃擺住呢度。好，我哋從呢度入嚟咧，一樣嘅交付標準啦，四合一嘅密碼鎖啦，右邊咧係做翻一個鞋櫃嘅，如果唔想嘥個空間都可以做到頂嗰啲哦。咁我哋入嚟之後咧，佢係咁嘅。左邊、右邊各一個房間，重點嚟啦，佢係套房嚟噶。我冇諗過80個方可以做到兩個廁所噶。我哋望翻入嚟之後咧，係第一間房套房啦。入嚟之後就係依家係做翻一個淋浴室啦、廁所啦、洗手台啦，都係有嘅。咁過嚟呢邊係一間房，呢度咧就係、是。大床是冇问题，可以摆到1.8米到2米嘅大床噶。咁呢度系从定制嘅衣柜做到顶啦。咁呢度摆住一个床头柜啦。咁呢个景色都系超级赞噶。呢、这个系望翻都系一样嘅湖景、高尔夫啦，同埋山景啦。所有配套设施咧，我哋都可以望景。望到清清楚楚，咁呢套房咧，其實佢入咗嚟之後，左邊一間房，右邊仲有一間房噶，咁一樣呢間房都係有套廁噶啦，咁呢個依家係一樣嘅淋浴室啦、廁所啦、洗手盆啦，係都係有嘅，我哋望翻啦。
这个重点是景色，这个景色呢我们望返出去的山景，还有海景啊，看到没？是啦，还可以望到一个海景，还有别墅区都可以望得清清楚楚。我觉得这套房的景色真的超级靓，超级喜欢啊。那这间房我们就看看格局，这里可以摆到一个1.8米到2米的大床都是没问题的。啊、如果这个空间是床头柜，而这边呢可以做回我定制的衣柜做到顶。咁呢度系背卷床，都系两间房。我哋再睇下呢个厨房位啦。呢个系厨房位，咁呢个厨房位系比较大少少嘅。呢度系交房标准啦，呢边可以摆个单开门超大嘅雪柜位摆在呢度。如果唔想嘥个空间嘅，咁呢笔墙咧都可以做一面嘅柜，走柜都 OK 噶。再过嚟睇下呢个，系。厅的位啦，这个客厅，咁我哋厅可以望到超级大的厅啦。咁我睇下几大先，1米、2米、3米、4米，有4.5米嘅长度，咁宽度咪测下，俾你哋测下先，1米、2米、3米，睇过有3米2左右噶啦。咁我哋出去望翻呢个，都系一样，海景可以望得到噶，仲有山景添。是不是很舒服？这个阳台布置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了。哇，这个阳台超级大啊，你看看。哇，我觉得我是可以跳舞在这里，非常之舒服咯。而且呢，我们这个露台是望得海景是超级正的。还有这个全部360度的一个景观都可以望得到，真是超级正。这个露台呢而且又大啦，可以做到。真係有朋友過嚟啦，因為而家呢度度假式嘅，可以過嚟煮翻幾個朋友，再嚟傾下偈 ，BBQ 係咪好正？係咪先？係啦，仲要講翻呢個總價先。咁呢套咧係81個方，佢做翻係兩房兩廳兩次嘅一個格局嚟噶。咁呢個總價係幾多？睇下，俾大家睇下先嚇。呢、這個係俾大家睇先。这个是一样是首期比10,000的。那我们总价呢实收价是去到大概61,000左右啦。那它10,000的首期月供呢它是2847，每个月供2000多，就可以买到咁舒服的个屋苑啦，景色啦非常之赞啦。那如果你 full pay 的情况下呢是大概是59,000左右。589左右，睇你嘅单位啦、楼层啦，每个价钱都唔一样嘅，就可以攞到咁个单位啦。OK， 咁呢集视频就咁啦。如果你鍾意呢个单位，觉得嘅景色非常之唔错，而且户型非常之好，我觉得你哋要我影片可能感觉唔一样啦。你嘅最好嚟现场睇下，望一望，感受下有咩唔同先，系咪？如果觉得可以嘅，可以点咗个链接。其实我哋之前就有影过呢个楼盘嘅啊。看下點樣，或者是 WhatsApp WeChat 個連接點落去 WhatsApp 係 WeChat 聯繫我哋。OK， 咁呢集係咁啦，拜拜。